我觉得它有些功能是很炫的，像这个好像是在 FX 吧，然后这边我去找一下 Window 里面会有一个叫做 General Edit 里面的 Content Browser。Content，在这边拿 Content，Content，Content，对，Content 里面会有一个 Paint Face，然后 Paint Face 里面呢，我现在可以去找，比如说像 Flower，然后这个 Flower 找到以后呢，我点其中一个 Flower，对，可是可能太多了，我怕会跑不动，我点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夸张的，然后这边呢，对，这边 B 按着不放，再加滑鼠左键按着不放，拖拉，对，然后这个呢，看起来呢，如果直接你把算图引擎改一下，这个是算图引擎嘛？改成什么？不要用 Arno 算不出来，要用 Software。可是 Software 算了，你看它其实是瞬间就出来。然后再来呢，它很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呢？比如说我这边呢，现在直接播放看看哦，这个点动画这个地方，改成播放1倍速储存，储存以后呢，对，它现在是每秒24格，我没有改它的那个速度，它现在不会动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去找它，会有一个叫做这个是大理花红色的这个笔刷的名字啊，大理花在这边有写，你们看啊，对，大理花。然后好，然后这边呢会有一个flow animation，然后 flow animation 里面有一个 flow speed，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它的 flow animation 是这个吗？我试试看哦，不会动。所以它现在是什么原因呢？我要看一下它的 tube 里面有没有 tube completion creation，这个是在控制花，但是我现在要找的是被风吹动，在这里啦，behavior force，对，然后 displacement turbulence 找到了，turbulence 是乱流啊，所以这边比如说我给风吹好了，然后这个是吹草的，吹草的好了，为什么他妈不会动啊？啊，我知道 flow animation 是不是要关掉啊？这个是不是要关？播播看。怎么不会动？Turbulence，会动了。它为什么是固定的？所以我那这样好了，我设关键影格好了，你先不要动哦，谢谢。我还要跟玛雅讲话，先不要动，这边先设一个关键影格，右键。然后这我没看过它不会动，这我还第一次看到不会动。这样好了，set。所以我现在首尾一个关键，因为它会动了，有吗？对啊，所以这个其实还蛮厉害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有吗？对啊，然后你看它这里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让它动，你看这里有这么多植物，然后再来还有像什么 flower mesh 这都会动啊，还有像是那个树，它的树其实也很多 tree，有吗？所以你场景拉一拉，随便就长一堆树就出来了。只是说你电脑跑得动是个问题啊。对啊，可是你看它这个这样看，算出来是长怎样？我其实有点好奇。就要正常的。对啊，所以这个就我还记得20年前教书的时候，23年前教书的时候，那时候有人用玛雅做动画，就做了一大堆树啊花啊晃动，他就得第一名。结果大家都不知道他是用这个蠢 ，OK，好，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啦，这里有。